戒因上德了，上身了啊！大陆上个彭医生医生啊，就这个做了一个专题讲演，上身上德，祸患无穷啊！ 那我们中国老祖宗说得好，老祖宗有两句话说绝了，叫"万恶淫为首"啊，百善孝为先。那么你邪淫，你就是在造万恶啊，你不是造很轻的恶，你是在造万恶。 彭医生非常感慨地说："实在讲，都是把我们的话、心里话说出来了。今天的社会为什么动荡不安、灾难频繁？这是佛家讲的共业所感，人怎么样？人都在造万物。他说，你六根所接触到的，你眼看的。" 看看街上那些广告，看看这些杂志出版东西的封面，看看电影、电视，你看看里面这些女孩子穿着，非常的暴露。 这是吗？这个好像变成现代的时尚，普遍都在宣扬邪淫，这还得了吗？那老祖宗说这万恶，普遍都在宣扬万恶，好了，果报就现前了。对身体真伤身呐，带来很多疾病。 三四十岁就病死了，不该死的。他不知道保重自己身体，没有受过传统文化的教育，没有接触过佛法的洗礼。 他不知道啊，所以彭大夫的两次讲演，我觉得可以救全世界。我们应当普遍的来宣扬，让大家多看了，警惕，你自己要命不要命啊？ 那如何对治呢？孝顺父母，孝顺师长就对治，百善孝为先呐。你真正想修福啊，从孝顺父母、奉事师长，你看这个敬业三福第一条，第一句。 就是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为什么呢？这两个是我们的大恩人啊！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，我们的慧命得自于老师。不孝父母，那就是万恶之首啊！不敬老师，忘恩负义。 你怎么会有好果报？
可是今天在这个社会上确实有许多不孝敬父母，没有孝顺心啊，根本就是瞧不起师长的，目不尊长，哎，他过得很不错啊。那他为什么没有果报呢？古人说得很好，古人说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，时辰一到呢，是一切总报。说得好啊，为什么说时辰不到呢？你过去生中修的大福报，你这一生来到人间来享福啊，你造作了很多恶，很多大恶，那你的福报已经折扣了，打了折扣了，打折扣还有余福啊，所以你这个恶报不会现前。等到哪一天你的福享尽了，果报就现前，是这么个道理啊。人行善，善报不能现前啊，行善的人还是潦倒终身，生活还是过得很辛苦，那什么事，那是什么，是什么原因？是过去生中造的罪业很重，这一生呢，一生修善了。啊，使他的那个苦报啊已经减轻了。啊，减轻之后他还有余罪，所以他还得要受罪，还得要受苦。苦受尽了之后呢，福报就现前。善恶报应丝毫不少。